我是 Xbox Live 天使小爱，本周呢将为大家介绍《决胜时刻：暗黑行动》的第三波下载包 Elevation。那这一次它的下载包呢，非常的丰富跟精彩，除了有四张全新的地图之外，还有一张又紧张刺激的僵尸地图哦，那就是香格里拉。那香格里拉呢，它在里面呢有非常多玛雅文化的一些遗迹。现在呢，就跟着小爱一起来勇闯我们香格里拉，一起来杀僵尸吧 ！Go！OK， 那现在小爱呢已经进入了香格里拉这张地，先买个枪好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哦，来了来了，哦，瞄到，去对面看看，哦，这里也来了，刚换子弹。这个已经攻破了，丢个手榴弹。哇！然后先补个门，按 X 呢就可以补门，而且顺便赚钱。是我刚看到对面好像已经冲出来了呢。哇！太瘦了，不好瞄准。枪补枪，先来这里补个门哈。哦，冲好快啊！我现在就800块了，我先去喝个复活饮料。玩家如果是一个人玩的话呢？就是一定要买这个啦，因为死掉的话可以再复活一次。哇，好暴力哦你们！赶快补个门。哦。你都冲哪了？都不知道。我死掉了，应该有啊，刚丢，哦，又来了。我觉得香格里拉这张地图看起来非常神秘，那颜色跟僵尸好像，僵尸好像都会随时冲出来。哦，哦，我还以为射死他了。刚刚有喝个复活饮料，
然后把僵尸解决。对啊，又没子弹。挂了 ！Oh my god， 我死掉了！那这一次呢，香格里拉地图呢，玩家一定要有效利用地图上的武器，才有办法存活。而且呢，还有一个成就呢是非常特殊的，必须呢要有四位玩家呢一起合作过关，才有办法解除的哦。那这一次的下载包除了这个香格里拉之外呢，还有四个多人连线的地图。喜欢玩 COD 的玩家们，赶快去下载吧！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，拜拜。